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1人已足法定人数，请各位委员推举本日会议主席。好，在本次会议开始之前，我还是依序齁，依照往例先介绍本会的出席委员齁。那非常高兴各位这一届我们的出席委员，这个会期很多都是我们第一次过来我们的新同学齁。来，我们就照这个名单开始来介绍齁。第一位，我们黄伟哲黄委员。我说这个会期啊。再来是王定宇王委员。好，接下来是罗志正罗委员。再来是吕孙宁吕委员。再来是何新纯何委员，再来是马文君马委员，江启成江委员，吕玉玲吕委员，李燕秀李委员，林立才林委员。那我们还有三位委员还没到齁，没关系，但是因为已经到达法定人数了。好，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跟各位介绍我们新任的主任秘书季秀珠季主秘，还有我们的专门委员张景顺，这也是新同学齁，新同学。好，那现在进行报告事项。没有，好，那首先先宣读本日议事议程。宣读本日议事议程报告事项：一、本院人事处提报院会关于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二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二、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单：黄伟哲、王定宇、蔡世应、罗志正、吕孙林、何新纯、邱志伟、苏家全、马文君、江启成、吕玉玲、李燕秀、林立晨、林长佐。选举事项：选举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本会召集委员案，依立法院各委员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本会应制召集委员二人；另依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以上宣读。好，那本席在这边先宣布一下齁，因为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无记名名单票选，第二个方法是预先书面推荐齁。那本席这边有收到，我收到三张三张推举书，跟书面同意两张。来，就是齁，我想朝野委员大概都同意这个书面推举齁。那首先我先确认一下齁，大家对于书面推举之前是不是都确认没有问题了？就是你们有签名的，就是各党，我总共收到三张啦。那我说各位之前有签书面推举，是不是都是本人所签的？没有问题齁。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包括时代力量都同意用书面推举的方式来推选我们的召委齁。那主席现在宣布齁，这个民进党的部分是推荐王定宇王委员为第九届第五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那国民党推荐吕玉玲吕委员为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那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场委员，对这两位担任本会期两位的召委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我们鼓掌通过。那包括时代力量也同意推选齁，所以我想大概在场的都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好，那这样子的话，本次会议就到此结束。接下来就请两位召委做后续的议程协商。好，谢谢大家，谢谢。